太感动了。就是你多久没吃东山街汤包啦？那你是校庆回来？哦，好吃吗？排了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哦，真的假的？快点，来跟他拍照啊！快点，迫不及待啊！迫不及待，快点呐！等下转过来就好了。哎，只能说一下我们以前在卖什么。以前在卖什么？你也不记得？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卖什么？我们以前卖炒泡面啊，然后还有卖饮料。我们以前音乐会的时候。都不在，都在主女圆游会，都不在主中圆游会。只有柯俊霖呢，只有柯俊霖呢。没有没有。我们来配音，电神消费了，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的电神下凡了。你要做的事啊？君伟刚刚用这个券买到了他想要吃的50块芋圆。豆花，不知道怎么。不买了。都没有尺寸了。好，这一件600块是怎样？美哉无笑。哎，苍佑，哎。好久不见，俊佑最近很忙吗？最近还好，上礼拜比较忙。对啊，博谦每次一直敲完你的出现，你终于出现了，看破了。哈喽，博谦，啊，你去年有没有来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你去年有没有来？这不就来了吗？你去年有没有来？我叫你就是逆流而上的那一年，你要认真，知道吗？我还要对你有信心，你知道小鱼都逆流而上，我还要脚，不要这么容易就轻易就放弃你的人生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这是新竹高中最漂亮的英文老师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哎，没有，说的是实话。现在路线是陈喜文哦，哎，以前我们都是在这里打篮球的，以前郑医生都带我来这里抓蛇啊，是不是今天又只能看到盲蛇了？我已经脱离路上生物很久了，他逼我。郑医生是去过东沙环礁的男人，郑医生快要变水仙，他在那边采集海草，海草好吃吗？啊，那个细虎超臭的。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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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熟悉的一幕哦！通往主女的下水道。好怀念哦，是洲际耶。耶，梁子出现了！人家都吃早餐，不跟我说你是要吃早餐，我以为你是要来这边玩一整天，那我就可以去吃了。嘿，凯奇，凯奇这学期又是卷哥，不是，这学期明显爆一颗，不要再装弱了，没有，明显爆一颗就是99变98的意思。Come on.